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4月28号星期日，正值伦敦的马拉松比赛。那现在呢，我们就由现场的记者 Tony 为您带来现场的报道。大家好，我是伦敦记者 Tony。现在呢，请随着我的镜头来到今天的 Cannonwolf。那大家都知道呢，今天是星期日，平时呢 Cannonwolf 都是非常的空的，但是现在有热情的民众聚集在这里，为了支持马拉松比赛，那么民众的热情呢都是非常高的。大家可以看到啊，伦敦这个肯尼罗夫地铁站今天是周日，平时呢上班日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景象。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路边搭起了一些简易的厕所，为了民众方便解决自己的个人问题。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深入到跑道的内部，看看选手们的表现吧。当然了啊，英国民众呢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喝酒的机会，那也有一些民众呢聚集在酒吧这里来以支持马拉松为借口进行畅饮。记者 Tony 呢，我来给大家报道这个新闻，也是不辞辛苦哈。千里迢迢的来到了 Cannonwolf 河边，然后来取一个非常好的景色给大家看。那我们现在呢，虽然离这个跑道还稍稍有点距离，但是已经可以从这块听到了民众热情的呼喊声。来，让我们听到你们的欢呼声在哪里。好的，非常感谢各位的配合。那我越来越离跑道越来越近了，这个欢呼声此起彼伏，非常的高涨哈，这个热情就让我感觉明天不用上班了似的。朋友们，我们接近了跑道，看啊，大家举着标牌标语，然后还有一些志愿者穿着绿色的衣服服务大家，然后还有人举着可能是选手的名字吧。来，让我们走近了去看一看，去支持一下现场的每一位运动选手，每一位运动健儿。大家可以看到哈，现场的这些设施还是很齐的，比如说急救车啊，然后警车啊，一些志愿者啊，都是非常井然有序的。民众呢也由一个点走向下一个点去支持自己的选手。那也少不了 DJ 的参与，来让大家感受到一个大 party 的感觉。Yes, young lady, looking good, looking good. Ealing Eagles representing so many good causes. Breast cancer, prostate cancer, British Heart Foundation. God damn, there's so many things. You know how many lives you're saving, young man? And you. Keep on moving. The lady in the pink hat. Keep on moving, keep on running. Deep. Checking his time, and I'm checking my ride. We're rolling. Come on. Yes, determination. She has energy. Canary Walk 2019. I'm witnessing kings and queens. Beautiful. Come on. Where can I get me a pair of shorts like that? Come on, Leo.All the way, Graham. 那我们也看到了，现在有 BBC 呢作为现场的直播。选手呢经过 camera 的时候也会向镜头打招呼，不忘给自己留下一份美丽的记忆。那每个人呢都是特别有镜头感的。
Come on, mate. Come on. Keep going. Keep going.